去香港。啊，香港。哦，不要香港，想到花轮那个人，我就不想去了。啊。我给你们看花轮，通常我给你们看花轮 FB 私讯，我都是传什么语音档给你们。啊，都是传什么语音档给我？这个人真的是智障智障的，我给你听，我给你们听。我操你妈！我要睡觉。不然就这个。我想跟你做爱，张冠伟。你看这个人到底跟我在跟我讲的小，哦，就这种。香港这种疯子，你跟我说要去香港，